Hello， 大家好，请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随便聊随便打环节啦。那今天是我们囤片的这个时间了。那上次基本上啊，我们是在这个4月10号的时候录影片的，所以这边的那个古代树迷宫啊，也就是我们那个获得层面的人物，好吧？这关卡我们就是被打得很惨，因为它的这个裂坡啊，都一直盖在我们家的门前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有点尴尬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就再来看一下，你有没有机会可以打赢它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究竟。有没有机会了？要不然好像真的有点而惨呢、欸。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，因为这关卡的话里面蛮多那个躲弄根本不用打嘛，那就是黑色敌人嘛。那黑色敌人的话，基本上就是用一下那个黑色敌人部队诺诺。那我觉得二人组这应该可以换掉了，因为我们好像真的是用了二人组之后就开始打不赢了呢，是不是？感觉怪怪的。那我们这边。就一样用那个谁啊，用这个九九射线怎么样？上次好像也是用九九射线打出一些不错的成绩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这边还有这个钢铁，这个我觉得这关感觉的话，应该可以再带个那个哎、欸，带个那个再打多一点黑色敌人的，一般性敌人的，来使出杀手锏了，各位，没有错，九是你，好不好？牙王得死，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了啊、哦，获得神面的人物啦，来，反正接下来的话，这几天的话就是赶快就是继续就是录这个囤片时间，然后就是继续往后面走了，嗯，看一下能不能就是那个日本之旅之前刷多一点。好，那这关基本上就是先把这个夺龙这个先弄出来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往靠腰哦，干嘞。干！我说开始往前去了，然后你们啥都没去，我的天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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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我们要先存点钱，不然没钱可以叫那个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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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八蛋来了！白痴哦，太早了，完了还要炸！哎、欸、哦，对对，他空灰，对，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让他空灰哦，就是可能在他过来这个期间，我们都不要出东西，要让他们被。推过去之类的，那好像也不是一个不好的方法，不是。但是这个鳄鱼是怎样啦？一直杀不死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老哥，要完蛋喽，老哥！哎、欸，好像要完蛋了，真的要完蛋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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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哇，这真的是轰到你家门口啦！哈哈。我操！我靠！我直接轰到你家门口哇哩嘞！没有一开始那个太白痴，那个没有成功哦。那个我的那个，我妈算错了，我的那个鱼人猫直接轰过去撞了两次，那个尴尬了，老哥，完蛋了，老哥，赶紧冲出去，冲呀！欸、他还会一直那个、欸，他刚刚还会一直就是在原地弄那个还没消失的那个夺弄、欸，超扯！不知道，我后来发现这鳄鱼也是个问题哦、喔。对啊，这鳄鱼很扛欸，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就是打这个速度比较快的、欸，还是我们应该要换个拉面网，这样打这个鳄鱼应该比较快一点点。完了又来了，对啊，感觉应该用个拉面网之类的，狂 K 这个鳄鱼好像。是不错的机会哦！哎，不行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要开个 Max 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没办法那个，没办法有更多的钱呢、欸，完蛋了耶！妈死不了哎、欸！对啊，我就换了一个那个牙王之后，啥都叫不出来了，完了！哎，我们，哇靠！你看又塞在你家门口，我靠！完了，哇！好，我要开个 Max， 又塞到你家门口了 ，Max 没了，要买道具了。150罐罐数好留给初一的，没了，我们领旗也没了。哇靠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太难了吧！我的天，哦，很烦哦。先这两只直接冲出去了，
他到底这个可以持续多久啊？超莫名其妙哎、欸，燃烧超久哎、欸。好，先弄他，这样我记得就弄死了。对。那应该就不错了，各位。然后等他那个，等他把这一波烧掉，叫只牙王。我觉得蓝眼睛蟹蛮多都是不怕那个裂波的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啦。而且我记得这个牙王是有机会可以蹦出一个啪彗星级的。哦，有。我们就继续存钱，然后一只一只慢慢来。有了，交给牙王了，打烂这个树懒，拜托你了，打烂这个树懒。Oh my god， 好、哦，直接送在我们前面呢，再一只伊邪那岐了，走起，快轰烂这个伊，不是轰烂这伊邪那岐，不是轰烂那个树懒，快点，树懒轰烂。哦，有。没打到，是，那这个时候就是黑杰登场的时候了，蓝眼睛碾压啦，各位，急推一点点啊，完了，这群白痴要被猎波烤成猫肉啦！好了，这次应该不错了哦，有成功叫他牙王就可以了，而且我们这边开了 Max 了啊、哦，开了 Max 还没赢，怎么可能？哦。捅烂他，伊邪那岐，快点！哎呦喂啊！好，又到了这个时间了，又到了猎波开趴时间，耶、yeah, ！空炸太爽了，各位！全世界就是需要这个空炸时间，炸不到我们，我们就爽。哦、拍一只白不够了，看起来应该是没了啊、哦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下一波了。他们要几季啦，各位！哦，终于，好不好？获得神面的人，哎、欸，还有一只 ！Oh my god！ 怎么还有？完了 ！Oh my god！ 你看这到底是三桥？他又种在你们家面前啦！我是希望没了。他如果再来一只，我就完了。说真的。再来一只我就没了哟，不要再来了哦。应该是没了啦，应该。干，怎么还有啦？再来几只？这应该就最后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应该就最后了。上把黑杰。哦，刚好，你看，算的刚刚好。然后伊邪那岐也有了，那这边就不用担心了。对啊，这边他刚好像带的是两只星星出来，所以应该是没有伊邪那岐的，因为通常都是一只星星带一个那个伊邪那，不是伊邪那岐啊，怎么一直讲错？一只星星带一只多龙，哦，现在没了，应该就是不会再带了。哦，撑住了各位，那还都给得靠我们，还都得那个感谢我们这个牙王的帮助哎，对啊，那么黑兽这边帮了很多哎，没有他帮忙还真打不赢哎，我的天。耶、yeah, ，各位获得神面的人物啦，可以啦，哦，总算，要不然每次都把这个猎波他妈种在你家，真的是有够扯的哦。好，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继续来赶工一下、哦。日本的这边的话，因为是纯片嘛，所以就也不用跟大家就是那边五四三二一这么多，我们直接狂打就对了，打到就是休息啊。哦，这关打完就可以休息了。这关是高贵暴君的对决，那这关是二星关卡，应该也是还好。我们好像只剩下十几关的这个真传奇关卡了。然后等到十几关的这个真传奇关卡结束之后啊，我们要面对的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要面对的就是日本版的传奇关卡。你看，就是一直在重复打这些东西。但日本版的话，我觉得我们目前来说，我们日本版的这个账号的这个强度也是不弱的啊，就大家也不用紧张说，日本的没什么，没有，日本版也是顶强的、啊，有很多就是强力的这个猫咪哦。哇，这关是那个哎、欸，疯狂的这个河豚关卡哎、欸、，Oh my god！但我后来有发现，就是打河豚的话，用那个未来猫跟这个钢铁猫还蛮爽的。对，
这钢铁猫确实倍棒。钢铁猫不错，竟然用二人组把他们给打死，各位，到现在还用二人组哦，又在用二人组，各位，又在用二人组，弄死弄死，没问题，弄死弄死。哎，他不是有超多只什么其他东西吗？感觉好像应该，哎，我们应该要拉远一点点，然后把这两只打死，再去碰他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呦呦呦呦，死了一只，完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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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果然不该这样。哇，我们现在是作死大队，就是大家所说的，就是那个放上去都会死掉的那些角色，现在都在我们队伍里面呢。猫侠啦，二人组啦，都在我们队伍里面呢，要求了。哦，拜托了。但觉得钢铁猫猫是真的蛮爽的。欸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白痴！嘿，真的嘿，干嘛？这是诅咒是不是啊？放了他们就输啊？可是我以前也是用这套队伍打赢的啊，怎会如此？完了，好像真是这样子了，奇迹了。不是，我觉得这关应该要先把那两只河豚先打死再说，太早了各位，然后啥都没存到。没了，各位，GG咯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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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